军人一格穿着华丽汉服，搭配古色古香的一格行动花灯，相当有看头。天还没暗，30日傍晚，云林北港街道就已经万人空巷，大家抢着接军人一格丢出来的结缘品。你捡到什么？今年共有40色辆花灯一格，就像全台唯一的一格游行，已经明定为国定重要民俗。它的最大吸引力就是真人一格，这也是北港大小朋友的共同美好回忆。你走过吧？有啊，每个人这个是陪伴的北港小孩长大的，对，所以大家都会每个同北港的小孩都会装一格啊，对。就跑去应征，对对对，啊，叫你妈妈准备很多糖果，对，大家都存钱自己去买糖果啊，呢，就把一些中国传统故事，一些艺伎或表演，或是一些艺人的表演，把它搬上一个活动，是一个行动舞台，然后它本身结合建筑艺术、音乐美术，还有一个装置艺术，还有一些人物的表演，每一台都是工艺家的精心之作。像是一个行动的公益博览会，桌上的小朋友服装也很有特色，扮皇帝的还有小公主的可爱模样，让大朋友拍个不停。来第几次？第四次。我很喜欢台湾的庙会文化，我每个礼拜去庙会。北港不仅是台湾花灯原乡，也是一格发源地。一格车从农业社会的三轮车、牛车，到现在的连接车，民俗艺术的传承演变，也让民众认识在地文化的历史与特色。新唐亚太电视廖丽芬，台湾云林报道。